一个奥特曼积木人，哇，都是拆过的，里面会不会有积木呢？拆开看一下，哇，这里面有一个是奈克赛斯奥特曼，还有一个卡片，我们把它带回去慢慢拆。拿回来了，这里面会不会有隐藏款呢？如果烂哥抽到隐藏款，烂哥就把它送给点赞的小伙伴们。 Nice。 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拆。哇，这里面真的有啊，是雷杰多奥特曼，最新第九弹也太帅了，地毯也有升级，非常像一个水波纹。我们继续。哇，这是一个空盒，再来一个。嗯，看看是谁，是奥特之王，还拿了一个他的专属武器，一个小锤子，特效价是星星组合，真的太炫酷了。我们继续，是高斯奥特曼月神形态，哎，这怎么少了一个盒？该不会是让谁给偷走了吧？特效价是冰山的形状，还给搭配了一个光波，这个真的太可惜了。我们继续，猜猜这个是谁？哇，是我最喜欢的赛罗奥特曼，这个特效价太帅了吧，像闪电一样。我们继续，哇，又是一个空的，这个好像有东西。哎呦我去，哇，是隐藏款的，那赛迦奥特曼，这里还有他的专属签名，连他的特效件都是金色的，这也太酷了，一身紫色涂装，非常的精致。今天浪哥运气真的很不错呀，没想到抽到了五个奥特曼，还有一个隐藏款。这里面如果有你们喜欢的，记得给浪哥留言。